无限阳光，六种技巧分别挑战僵尸博士，谁用时最短呢？今日挑战樱桃技巧，结局怎样？咱们拭目以待。我太难了。首先买瓶45颗樱桃技巧，咱们直接送满无限阳光，这也不要太爽了吧。 OK， 45颗技巧已经就绪，咱们有请僵尸博士登场，计时开始。之前咱们豌豆技巧挑战用时2分20秒，这个时间感觉还一般般吧。向日葵技巧直接挑战失败，这也太菜了。单挑孤寂甲的话虽然挑战成功，但是用时6分09秒，这用时也太久了吧。现在咱们坐等僵尸博士低头，看看樱桃寂甲的火力究竟怎样，他又会用时多久呢？还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，让我赶紧出机挑寂甲跟玉米寂甲，这不能乱了顺序呀，咱们得一个一个来呀。小伙伴们可以提前猜一下哪个机甲会用时最短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僵尸博士低头了，咱们看看樱桃机甲的火力究竟怎样。这个时间动得最早的樱桃机甲也开始变身了，这样的话樱桃机甲炮咱们直接发射。我去，这樱桃机甲火力可以呀，在1分10秒左右直接打倒僵王。这样的话樱桃机甲目前用时最短，下期预告机枪机甲战僵王。